那天我们竟然是一前一后来到这里。嗯。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。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因为其实那天我们第一次在桥上相约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去了，但是你没有认出我。我在桥上站着，你就直直地从我面前走过去，看都没有看我一眼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觉得我已经不再是你记忆当中的李慧珍了。我不敢和你相认，因为我觉得我配不上你，因为觉得自己配不上你，所以才找了夏乔来顶替，所以才会发生这些事情。慧珍，我好庆幸自己爱上你。你的外表虽然变了，也只是一个实习生，但我还是爱上你了，不是吗？我甚至可以违背青梅竹马的感情，甚至可以背叛我最重要的东西，义无反顾地爱上你，不是吗？你看你那么平凡，乍一看丢到人群中都没人认出来，可你还是一点一点的把我吸引到你身边来。你不靠外表，不靠头脑，不靠任何条件手段，只要是你，我就一定会爱上你。李慧珍，我们绕了这么大一圈，好不容易才见上。慧珍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我怎么会认不出你来？一直以来，你就在我身边，我怎么会认不出你呢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骗我这么久？你知不知道，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带着对你的感情，面对那个李慧珍，有多煎熬？别说对不起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你等这么久。对你说，但是我更想听你说，怎么办？要是这些话说起来的话，三天三夜都应该说不完吧。那就先从一天一夜开始吧。
今天晚上除了你的声音我什么都不想听。我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但没想到后来在编辑部又遇到你了。你是从总部调过来的副主编，我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，我当然不能跟你相认了，所以我只好继续假装下去。我对这一切竟然浑然不知，还经常自以为是地找你麻烦。你都知道了还包容我的一切，我真的是，如果我当初就跟你坦白的话，这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了。所以其实错都在我，我应该负责任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当初我们相认的时候我还是个小胖墩，你还会爱我吗？啊，如果我不是什么副主编，我也没有减肥成功，还是像当初一样又土又邋遢，你还会爱我吗？哎呦，你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成立啊。对于我而言从来就没有什么会不会爱上你这种问题，因为我很早就已经爱上你了，是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爱上你了。哎，怎么会有这种会不会爱上你这种，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爱你啊。我从来，我一个男朋友都没有交过，大概这大概跟我自己的长相有很大一部分原因，我长得不好看所以人家不喜欢。但是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，其实我可能下意识一直都在等你吧。从你去美国那天你就告诉我你会回来找我，所以我的时间就从那一刻开始停止了。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改变过。啊，当然你们都觉得我外表发生了很大改变，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从来都没有变过。而且我就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直想念着你。再后来呢，家里给我介绍了好多相亲对象，可是我看着他们的脸就想说，如果他们是你就好了，他们怎么能跟你相比呢？我就是在自己这样的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直都期待着能跟你再次相遇，一直到跟你相遇的那一刻，我好像又听到了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时间又开始恢复运行了。我怎么可以这么心狠？其实包括我还有包括林一木，哦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提到林一木，我怎么没关系，我不生气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生你的气。